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实况，我是一龙 Deska。今天呢，我要实况一款游戏，就是你们画面上看到的那个蓝色脸的游戏。嘿，这个游戏叫 Best Jumpers。这个游戏简单来说，就是你要用左右手来操控。用说的不准，我们直接玩给观众看。没有，然后就是你要左右手加按，然后有种回力镖，应该吧，那种回力镖感觉。然后这游戏，我觉得打发时间还蛮好用的。然后，对，然后我会把这游戏的网址贴在下影片下方，因为这游戏是 Google Play 可以找到的，所以等于说这是 Android 系统可以下载得到哦。啊，iOS 好像也有，不过我记没记错，好像要付钱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在说什么？今天这款游戏感觉没有什么好介绍的。对，这款游戏好像没有什么好介绍。啊，如果大家问我说我的录影软体是什么的话，我只能说这是手机内建的。啊。啊，你问我是什么手机，我会跟你讲说这是 Sony Z5，对，加油！我不知道什么 Sony 的手机会内建这个，对它音乐还蛮嗨的。这又虽然名字是 Best Jumpers，但是它我记得在 Google Play 上面好像叫做，反正是一个中文名字，跳跃音乐盒什么东西。然后这个游戏就很简单啊，越上面有没有，你可以站的地方就越少，yeah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到上面哦，你会发现充的很快，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我右上角有个乘以40？对，没错，那个是有点类似速度啊，有没有？你就要去，如果你有幸运踩到一个格子的话，你还是可以。那我没说，这游戏，而且我觉得这游戏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就是它没有暂停键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玩，你就对，有广告，惨了，我帮其他人做广告了。这游戏最大的缺点是你没有暂停键，所以你要玩的时候，你最好跟你旁边的人讲说，我要玩 Jumper 了，所以。不要吵我，给我个5分钟。因为一开始玩你就超容易死掉，我一开始玩根本不知道怎么操控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手机游戏。嘿，我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在拍什么，我不知道这个要不要传到 YouTube。好了，我觉得我最近有个问题，然后想顺便问问观众，看一下我以前叫没叫什么意义哦。好，想顺便问一下意义们，看一下你们觉得如何？如果我改变 YouTuber 的形式呢？如果我的 YouTuber 不再玩游戏，然后反而变得真的实况比较多，你们会喜欢看吗？还是你们就是喜欢看我玩游戏，然后喜欢看我被杀掉感觉？好啦，这就是今天的问题啦，就一个问题哦。对，然后可以的话，尽量留言，拜托了。啊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给个喜欢；想继续收看的话，不妨点个订阅。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，虽然散，拜拜。